刚一直忘了跟各位介绍一下哈，这个是用3D 的官方网站，有中文版，啊、哦，有中文版哦。它其实那个翻的语系还蛮多的。那你进到这边呢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呢，如果说你要来官方这边下载，它也有，知道它也有个线上的版本。可是它目前呢、啊、哈，要线上版本是用 Java， 可是因为之前前任这一两年 Java 本身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嘛，所以。越来越麻烦，所以他现在要慢慢的英文版的部分，他要改用那个什么，就是用 HTML5 的方式去显示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英文版的。那你看这边有安装版，有没有？有安装版，也有什么免安装版，在下面这里有所谓的免安装版。我们给各位的就是这个版本。好，所以也不用什么破解，反正官方网站上就有。只是呢，他官方网站上的模型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，我们有放几个滤镜的部分，应该说外挂啦。你会发现官方网站，因为刚有同学他是那个安装的版本，安装版本就没有这几个，这个是属于外挂的部分。等一下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好，有一两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，因为有这些外挂，有时候我们在用 Suite 3D， 其实说真的、啊，假设你会其他 3D 软体，就不一定要这些外挂。现在这问题是说，可能大家也不见得都有学过其他 3D 软体的时候，有些时候，透过这些外挂稍微方便一点点这样子。请问 Photoshop 有没有 3D？ 有呢。Photoshop 有一个大家比较不熟的，我都称他是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因为 Photoshop 里面也有 3D 功能，哦，也有 3D 功能哦，所以这个它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模型啊，也可以做一些模型。那另外呢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没有？有。我先带各位到英文版的，你看一下英文版的，他已经现在做实验了，就是在这个 Gary 里面，就是我们讲的 E-R， 就是 Demo 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。那你也可以点这个呢，就直接用 HTML5 的方式把那个模型，也就是说以后你也不用软体，就在上面直接用，就可以直接做浏览，而且是互动式的浏览。现在其实有一些那个模型网站就是像这样子，就像这样，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做那个互动的浏览，而且呢，只是说，因为它现在还是比较初期啦，所以那个你会发现说，好像整个 render 出来的效果没有光影变化，对不对？就是以模型为主，就是以模型为主，有没有？那你可以做运动哦，还可以吧？这个是新的那个展示的方式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这种的线上的 3D， 这是线上的 3D 人体。各位有没有很认真的看过自己的身体？你看这个都互动的哦。你看这个，如果你看不懂，你就这样翻译就好了啦。它支援 Google 翻译哦。你如果上面有的，你就这样翻译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你看这个骨盆的，对不对？髂骨的有没有？你点了之后，它都有告诉你这是什么名称。那今天呢，你要照这个是骨架系统。你可以收起来，如果你觉得骨架系统还不够，我想要再把消化系统再把它弄出来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什么肠子长什么样子啊，你可以放大啊，这样不是很容易吗？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结肠，升结肠、横结肠、降结肠，对吧？然后再就是直肠啊，我们的那个肠子其实本身不是一个那个哦，不是一个么字形哦，它是有前凸出来的，有没有？横结肠这边是有往前一点点的，还有你看我们的肾脏啊，肾脏是属于什么？泌尿系统啊，这是神经系统，对不对？你去找一下，肾脏拍谁哦？忘记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个，要找一下，要开一下。哦，这个是生殖系统，我看到了，来，我们肾脏在两个后面，有没有发现？我们的肾脏啊，肾脏有没有等高？没有，真的肾脏没有等高，因为一边有肝脏啊，对吧？好，所以你从这边实体模型有没有这样要看比较容易看得清楚？如果骨架你可以先收起来，这样有没有看到两边不等高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 3D 的也可以及时互动？一样啊。那另外一个这个本来 Google 是有做这个叫做 Google Body， 后来他不玩了，别人接受来玩。那他除了这个人以外，还有牛羊你看，把人衣服脱光有没有？脱光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人体架构啊，
这些都是互动的，好，都是即时互动的。所以这些呢，其实线上的这种 3D 的应用也蛮多的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任务里面有没有就这么多，哦，就这么多哈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在我们讯息里面的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这个反骨的话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。我们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在下面，哆啦 A 梦家还没看过吗？这个也有线上的，哆啦 A 梦引导力麦克体会哦。那个不见了，应该有一个放在，好吧，哆啦 A 梦的我不知道放哪里，就直接去看，不是那个反骨的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哦，来看一下。你看，我们都只看卡通而已嘛，有人把它做成模型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去他这个网站上看的话，他是有可以即时的互动。这样有像吗？他们家的那个地图是在这里，哎，没有，室内设计图在这边哈，他就走给你看啊，哪里放什么，哪里放什么。所以也蛮有意思的啦。那当然这是 YouTube 影片上没有互动啊，如果你到他的这官方网站上点进去，哇，不存在的。你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去搜寻一下。我那个图原文网啊，这里有啊，原文网址哦，那个连结错了哦。好，有还在，这是一篇介绍的文章。那你点过去的话呢，它就有可以连到它最原始的那个图。好，它这边有帮它抓图一下，但是下面这边你看每一个场景都把它拍起来。好，我记得在下面的哈，下面有一个可以做互动的啊，那个连结不知道跑去哪里，有一个可以互动的网址，这个我想你可能有兴趣再去看一看好了，好，了解一下，反正哆啦 A 梦也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之一嘛，所以现在这个线上的还蛮多的。那么另外我们任务里面呢，啊，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 MSN 也有推出 3D 的，好 3D 的，可是后来他最近一次改版就把它拿掉了，大概看的比较少，好，看的比较少，所以这个打开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点开这里，这个是我的那个部落格的文章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针对什么 3D 人体的，在这里有没有？不过现在这个功能啊，就是类似我们刚刚看那个人体一样，你可以看，哎，我看肝啊，有没有肝，或者是什么样的系统，就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做互动，在网页上直接做互动。好，好。